您是华人移民吗？如果您之前学过英语，但现在仍然觉得理解母语人士和自信地用英语表达自己是个很大的挑战，那么这段视频就是为您录制的。嗨，我是英语教练 Sandy。 在大学时我是英文专业，十年前移民美国。作为一位华人移民，我经历了您学习英语所有的困难和挑战，我知道如何快速提高英语的听说能力，而且我是中英文双语，所以我可以用中文轻松地解释词汇和复杂的语法。这就是为什么我能够帮助像您一样的华人移民克服语言障碍，发掘他们的全部潜力。我已经帮助了数百名华人实现了他们的梦想，我的一些学生找到了梦寐以求的工作，有些获得了美国公民身份，有的取得了行业许可证，还有些学生甚至找到了讲英文的伴侣。为了帮助更多华人移民克服语言障碍，在新国家实现独立自信的生活，并吸引更多的成功，我将举办一场为期3天的免费培训活动，突破英语听说瓶颈，开启成功的3个关键。这次培训的时间是4月19号到21号，美国西部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美国东部时间每天下午1点到2点举行。在这个精彩而充满力量的3天培训中，我们将直面一直困扰你的障碍，并揭示突破你英语听说瓶颈的3个关键，这样你就不会再感到迷茫。你将学会如何能够自信地说英语，并打开更多通往成功的大门。点击下面的链接或者添加我的微信注册参加培训，我的微信号是 XIUMIN8828， 我会在每一步为你提供支持。让我们一起赋予你力量，超越语言障碍，拥抱更大的成功。如果你认识需要这种支持的人，请转发这个视频给他。我们给予别人最大的礼物，就是为他们提供实现梦想生活所需要的支持。期待在培训中见到你。